持续来关注疫情，国内今天新增43例的确诊病例，为昨天尚未公布的这个3例本土的个案，还有40例的境外移入。另外，去年12月31号有公布的案17127境外移入的病例，是台北市某一间防疫旅馆的住客，经过疫调之后改判为本土病例，提供给您作为参考了。